大家好，我现在所在地是海之森越野马术赛场，今天是越野赛。那么中国队呢已经取得了现在排名是第九啊，暂时排名在第九，明天还有最后一场这个场地障碍赛啊，一个是个人的场地障碍赛，还有一个团体的场地障碍赛。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是这个我们在赛后呢，队员都在这个把那个马这降温之后呢，要给它运回马房。现在呢车来了很多，那么马也走了很多了，已经因为其实大家都在抢着把马先运走，因为他们越早回去呢就能越摆脱越早摆脱这个酷暑的天气，回到有空调的地方，然后也为明天的比赛呢能够获取更多休息的时间。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马匹呢已经都安全的顺利的返回了。这个在赛马比赛之后呢，一般来说呢运动员都会更关注的是马，要给马降温，要给马按摩，然后把它赶紧的送回到他喜欢的熟悉的地方。还好我们中国队的三匹马已经都回去了那么待会儿呢队员呢也会回到马院为明天的比赛呢进行准备。